哎，问龙，你知道今天拍摄的主题是什么？拍的主题不知道。平时无聊的时候喜欢干嘛？打游戏、看电影、旅游。啊，哎，但我看你也拍蛮多杂志，或者说参加蛮多活动。你平时自己的穿衣服打扮的话，你比较偏向什么样的风格？就私底下的话，其实我不太敢穿，就是不太会穿，我就觉得。单干净就对不对？啊，对于今天的拍摄有什么期待或者有什么想法吗？其实我拍摄比较喜欢有那种有主题性的，就是自己玩起来拍，就是不会刻意的为了拍而去拍，那种比较好。就是不用，如果是为了拍而去拍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干，也拍不了。身份证登记照，对对对对，差不多了。所以有一些干货问题，不是我想问，是黄油松的，是暖男还是型男？熟了是暖男吧。嗯 ，KTV 必点的歌曲。没什么特点。最近一条朋友圈发的什么？我好久没发朋友圈。收到过最不可思议的礼物？一只猫。嗯，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都有，都会有应该。听到怎么样的赞美会让你哈哈哈哈心情大好？说努力。上学时候成绩最好的一门科？语文。与你性格最相似的一个角色？拍过的。故事里。好了，到了，这就拍了。